起大题，夜空中散落的繁星，那颗才是最美丽，是不是绞尽了脑筋，谁都能说清。我相信跨过了那些黑暗的禁区，我们看不到的天际，灵魂有光闪亮无比，正等待着光临，不断的温习，加倍的努力，在舞台的角落里，偶然的回忆，寂寞的哭泣，留下青春的足迹。少女向前跑，下一秒黎明就要来到，准备好梦的未来，现在要发出信号。哦哦哦哦，少女向前跑，别放弃每一分每一秒，去闪耀，快甩开掉所有悲伤的心跳，全力奔跑，全力奔跑，向梦的坐标。请大地，那些被仰望的繁星，还有看不到的星星，到底有多少的差异，你能否说清？我怀疑或许是太遥远的距离，还是天空布满乌云，它的光彩无法降临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再不能够任性，再不能害自己，告诉现在的自己，再用尽要管，再继续努力，打败不安的情绪，哪怕再多烦恼，也一定要更坚强的微笑。我知道今天的泪会是明天的骄傲。哦哦哦哦，哪怕再多烦恼，脚步却不曾停歇一秒。我不要让这一切画下遗憾句号，冲向目标。下一秒